部落成员分享的一个进攻回放，他说是复仇啊，开下他对面的资源，双160万一万多的黑妖，这条鱼够肥的，要真是快意恩仇那就更好。我就不相信这位防守的玩家抢了我们这位部落成员更多的资源，双160万大抽一把，哇，这是三颗星呢。这么肥的鱼还比较少见，还是个素本玩家，被我们这部落成员钻到空子。看一下他那个城堡里面有多少资源呢？双15万吧。哇，一下子把资源变成整数哦，证明他那个采集器都是爆满，他那个仓库也是资源达到上限的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别看他仓库不是爆满的，其实资源是有上限的，达到上限的时候不管有没有爆满仓库，你只能抢这么多。这天女流75级的，打这个素本还挺简单的，你看他那个地狱塔都哑火了，趁他病要他命呢。打我战那个天使就有点难受了，希望不要那么早激活，马上就激活了。哇，这天使痛。只能靠冰冻了，赶紧把它打掉吧，再不打掉就来不及了。要是遇到两个空中炸弹是那种范围的，就这天使就没了。又遇到第一塔，仓库爆满，采集器也爆满，可惜的就是他那个部落城堡不是爆满的，要是部落城堡也爆满了就好了。我这部落成员他应该是14本吧，如果是14本的话只能抢90%的资源，少了10%不管了，反正160万到手，希望各位小伙伴们复仇的时候也能遇到这么肥的鱼。视频结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